将近九分钟的时候，猫神上路又被关羽击杀了。再次吐槽，初晨表示你小子骗不了我。关羽这么猛又给我单杀了，当时出了面把我杀了。单杀你？所以有闪现不掩护啊，初夜。单杀谁呀？女人吗？我。你是女人吗？对啊。十分钟，红区团战，初晨这边打输了。你这么磕碜啊？这马可在干嘛？这马可，马可今晚也不叫，直接被秒。这么坑啊！这长达四二年。阿克那么帅，你不要阿克？你玩呢？我是阿克。我不阿克。十二分钟，下路团战，初晨这边再次打赢。你到处带节奏啊，公子。你会撞我吧你？你说呢？你不刚刚说吗？然后呢？送！你在杀我？送！把二技能放出来啊！谁送？我跟哥们说放不出来二技能啊！猫神那边已经内战起来了。大哥怎么不跟啊？我正在骂人。阿哥一下喷着嫦娥，嫦娥又不坑，还不坑，你干啥坑我？十二米组一直玩这样子。阿哥多少米啊？阿哥没排名啊，没排名那么帅，谁干啊？是嫦娥有排名的，十二米。十三分钟，钟馗被拉，先被击杀，难道猫神的机会来了吗？又在送钟馗，感觉有机会。他说你在下路啊。哦，那么疼，我怎么撞到阿珂了？我怎么撞到阿珂，把阿珂撞死了？他撞到阿珂，把阿珂撞死了。你们有点坑啊你！玩个恶心人的英雄，这把肉凯，你该玩肉凯啊！想玩什么玩什么。这把肉凯打五个，你选肉凯射手我都不知道选什么了。射手装什么鬼裤子？嗯，我是李元芳，跟你说了我是李元芳。鬼裤子，人与人来点优点性好吗？滚！我鬼谷子会出鸡影吗？你看一下这谷子的装备，出鸡影的。穿什么？接着，双方射手倒下，猫神那边发起进攻了。一四九跟关羽杀就行了，非要去送一下。死不死？哎，猪猪，阿珂在干嘛？阿珂在干嘛？我不在，打不死莫取了，快走！你要干嘛，嫦娥？我说了，我不在，打不死梦七的，你倒是走啊，哥啊哥！你不在，你在啊，不是你带的节奏。最后一波把猫神团灭了，就剩下沈梦溪和关羽。初晨吃了一把猫神的分，结算界面，初晨这才知道猫神真的是李元芳。我靠，苍穹阿杰暗了！李元芳在干嘛？我不知道这李元芳在干嘛。你在干嘛，李元芳？一波，炸了三个字我。哎，记了。那你这种梦溪都能赢，真不知道在干嘛。阿哥，你没离开，你没有转了一下，动都动不了。
哎，记了。就一波，闪现差一秒钟，我想滚过去闪回来。滚过去一秒钟。滚什么？你差点不怕滚过去闪回来了。我想滚过去打两下闪回来，把人骗上来的。又两千一了，我靠！只靠你。杀最高我。真的是你吗？哎，有点鬼故事，有点猛啊，鬼故事。传个去，可以在那给你。真的是你吗？哎，十几年的长哥，巨可。